玩。我现在人在我们这个竹崎啊，刚刚看一个不同款的庙会，这个绝对跟我没关系啊。半山腰中间被挖山顶，安尼落雨应该是正常的啦。我们竹崎喷天镜水镜头林家姜奎牙，迎接因的祖庙光禄庙的姜奎牙中巡回銮，我们要迎接他们祖庙。好，所以咱今嘛准备中啊。集合完，着装完成啊！咱等下先来看伊呢，钟馗啊，哦，他们钟馗也超帅，戴面具的。本频道呢真的是很少拍到钟馗爷这个题材啊，其实这两年呢、啊、对钟馗爷有一种很熟悉又蛮陌生的感觉，可能等一下看修贼可以这样看修贼，我干嘛钟馗爷最厉害，印象就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啊。这是第一次来黑单钟馗爷的运输，我们等一下就从这里出发啊，先前往林氏家族的那祖厝哦，因的公厅啊，去那边参礼一下，参完以示礼貌之后呢，再出来等我们周边的性格脸脸来加咱周边的队伍。啊，我们刚才有看到那个钟馗爷那个脸戴面具，钟馗爷有他的神像法相没有错，有些有画，有些甚至是熏黑的看不出来，但是很少像我们这尊这样子戴面具的。好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哦，我们林家的空厅，哦，休息一下啊，刚好雨现在正大，雨大都休困，啊都听打，哦，来，等下叫咱来招标，短暂休息哦，咱即马继续出发，咱钟馗啊，今天是林干，咱即马要出发了，好的停啊，啊，我们受到我们隔壁民家的一些邀请了哈，时间还够，我们先去停一家隔壁的一间民宅，停完后继续出发。短暂停下那个民宅呢，现在呢来叫咱来招标，我们光禄庙的钟馗老爷，这今天是钟馗啊，林刚刚够好没啦，不加好像刚刚呢啊，我们光禄庙钟馗老爷他们队伍刚得位而已，现在出去逃，连好都无，哦，有够夸张啊！横天镜哦，林家的钟馗爷也出来了哈，来、我们往前走啊，叫咱来招标。今天看到了所有队伍，这么的简单，但是非常非常隆重。安尼有够单纯啊！哦，这就是这种乡下淳朴的庙会就是这样。三乡岔路开咯，了个也是种芽，个扫角，啊个就是叫。啊，光禄庙他们也很简单，开路旗之后呢，龙凤旗，再来就是我们的拜丁，再来就是两丁叫啊，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队伍的一个阵容。我不得不说，我都阿个起个宝贝，牙到要死哦，还冲开啊，真的是厉害厉害。有点神威显赫啊！好的，这光禄庙队伍超传统。钟馗老爷来喽！这是在爬山吗？
对，我们现在开始在爬山了。哦，跟叫跟起来有够厉害，这也太硬了吧！太扯太扯。没啦没啦，小心。来，你好，一点一点，可以可以，好吧。有点喘。哇，这个不是开玩笑哎，我们这一顶不算重，就这样子。哦，别还公路料，还冷顶，还大顶，还要当靠边了。这位大哥，你还好吗？没空位啊。我们是搞丢钢铁的，那头前的新疆，新疆用钢钢铁，开什么玩笑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报告者，我背这么开始背，这样也包保点嘛。哦，您背，您背几工啊？背几工啊？辛苦啊！赶快，恭喜了，恭喜了，好爽！今天您家了，我们背这个家就是背来家。这个恒天呐、啊，这个嘉义恒天，这个赫赫有名的泥山团队。后面的钟馗老爷要落轿，吼，要去拜天家。这是第二顶钟馗老爷的轿。这是我们团长，啊，这是我们副团长。啊，来恭迎咱三拜，好吉祥，圆满啊，团拜圆满。大哥，我问一下，为什么今天有这个活动？因为我们伏魔大帝在那个公路庙那边开工出来的。啊，恁遮就是专工为着这届来改建吗？应该是讲因首次出来，哎，巡逻啊。那有人有来邀请？他就以主持来看说，从凤凰路庙选定出来的，哎，阿姨都切一间，来圣母会香。哦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我现在恁的姜魁也是用面具，因为当初吼要调这种姜魁，所以我面会面，啊，但是三个太公的，加神的意思不要这么凶。啊，恁来搞姜魁也假的？我讲拜会拜面，现在吼来去啊，洗脸头，对，啊，我唔敢讲我阿姨这样吼。所以去年看我表情就是了解。那我们现在休息差不多结束了，好，我们现在先请我们大家请下钟馗老爷，好，登轿。大哥要帮我们钟馗老爷盖昂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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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现大小姐，哦，真是钟馗也灵感嘛。马上走，等来看我们林家钟馗老爷啊，我们看一下那个拆完面具后会长怎样。准备啊，揭开钟馗爷的面具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哦。你那个没有
戴面具的钟馗爷，那个眼神无敌凶。好啊，我刚才问大哥，企业行尊被怕呢？他刚才有讲拜拜你，我阿姨被他踏行尊进去的行兵又给他讲，钟馗爷就自己去找了台北一个师傅。然后我们这个大哥他去台北的时候呢，伊就讲啊，林钟馗爷来催我，伊有放一个房间给伊，所以就打成这样。然后大哥再回来，冰箱啊宝贝的机器是不是 A 件？然后这一尊的师傅，然后打这个样子，有讲嘿，所以就安呢，然后来哄来分灵这一尊的钟馗爷这个样貌。接驾圆满顺利啦，好，我们改天有机会，我们再前往我们的光禄庙，好，来去探索一下咱钟馗爷的故事，好，啊，今天就这样哦，收工了，拜拜拜拜。